312全国废核台南厂，和你到港滨。3月12号是全台湾各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年轻朋友，他们主动的发起各式各样的活动，希望能够站上街头去反对现行的核能政策。那也希望进一步能够处理台湾现在核废料难以储存的问题。那我们都知道，2016是一个台湾很关键的一个改革的契机。新的国会跟新的政府即将在520上任，好，那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时机。那我们希望能够更多朋友加入这样的行动，再给我们的政府更多的压力，希望让他们能够正式的回应人民对于废核的诉求。那3月12号在台南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能势进攻塔，以及所有很多关心台南，甚至关心这个核废问题的时候所举办的这个312核能到港滨的活动。那这场活动也需要很多的年轻朋友跟很多愿意支持的人一起来帮忙。那这完全是一场由学生跟年轻人自发性发起的一场行动，所以如果你有余力的话，拜托大家一起支持这场行动，谢谢。